搜的差不多了。尤老师啊，咱们走吧。尤老师啊，耶，老师怎么挂机了？队友这把不靠谱，这次直接挂机了。妈妈又要掉分了。小弟弟啊，别哭了，不就挂机了吗？还有我呢。你能带我吃鸡？啊，失误，失误！你连烟囱都上不去，怎么带我上去？妈妈，我又要掉分了。这不上来了，小弟弟啊，我跟你杠我，躲在这里啊，就算是神仙来了也嘎不了咱们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！老师有危险，我就是个挂机的，你至于吗？这边那个打枪跟苏利亚似的，你别冲啊，你回来。妈妈又要掉分了。下次别一个人冒险了。哇，姐姐，你俩也太甜了吧！哦，不愧是亲弟弟吧？嘿，别别瞎说啊！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要去喜糖啊！山他送了我玫瑰花，他昨晚我真的没见他，他打车把我送回酒店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